现在时间12:17，今天我要和我朋友去阿拉西的展览会。我们两个都带了。我们刚才路上看到也有很多人带着、然后他还带了这个熊熊，这是猫，丁丁祥之前校长的猫。这是50/20的卡套装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展览是2:30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去吃午餐。那我们午餐就来吃新野咖啡店。日本呼叫店员啊，都会有个呼叫器，他们日文上面写个呼。超爆好吃，真的可以来吃。我的好朋友全部都具备一个才能，就是要成为我的地图。必须，我直接回家就跳震，我也快死了。我在跳这样子。反正展览会我们共估几次？2次，两次都是用我的账号抽的，用他的账号一抽就中。第一次中，因为杰尼斯的制度是要加入他们的会员俱乐部，要抽票才可以去看演唱会或是任何的活动。这条路叫馄饨版哎，感觉很好吃哦。现在时间是1:50，我们2:15的时候要到会场集合。那跟大家说一下，要看阿拉西展览会我们需要带什么东西。会员证，第二个是在留卡，因为我们要验证我们的身份。那外国人可以带护照，可是护照的名字一定要跟会员资料的名字一样哦。笔记本，因为会场里面是完全不能拍摄的，为了要让自己留下这些回忆，我们就带着笔记本跟笔来记下它。而且我们刚才路上啊，看到好多人都带着周边袋子，而且是一男一女，哎，男生好棒哦，还陪他。我们看到了，就是那里阿拉西展览会会场，大家都在那边拍照。我朋友超可爱的。我们看完了，看完了，超多周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形容，因为它里面不能拍摄，我们就全部用笔记本在那边写，等一下给大家看。我们在里面待了2小时，不是，我们待了2.5小时，同一个地方看了好几次，不会管你要在里面待多久了，最后的影片只能看一次。他们里面每个成员都会有自己的房间，有一些他们想要展示给大家看的东西。马之进的超级感人，演唱会的那些流程啊，跟设备灯光都是他做的，可是其实就不太有真实感，因为你只听听而已。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他那个房间里面就有他写的手稿，还有他坐在演唱会的位置里面，然后看那个灯光亮，然后指导那些工作人员，这些都是这么真实这种感觉。大家在彩排的时候，他要在后面做笔记，哪里不好哪里不好，要给粉丝看到最好的。我来看他手稿上面写一句说，这首歌的这个舞蹈的这里就是二楼的人看不太清楚，就是把那个台子弄高一点，让二楼的人看到。现在就来给大家看我们写的笔记本，结果写到一半笔坏掉。我从入场开始就在写，不给大家爆雷。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日本妈妈很开心的要跟我们聊天，其实很少这种日本人哎，饭都是一家人，而且还有一个 staff， 他就说他也是粉丝。接下来给大家看我们买了什么周边，首先是我的，这个是入场的时候他会发给我们的，里面就有所有周边的目录。这次的周边超级抢钱。这个人本来要花到90,000，然后是我一直在那边阻止他，他是跟我说看起来就是很廉价的托特包，每个都长得很像，可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谁。然后后面呢还有他们每个人的名字，这是绰号，亲民的感觉，没有亲民，没有亲民，价钱不亲民。钥匙圈超可爱的啦，超可爱的，就感觉一起跟他回家了。想太多，人形立牌，这次出了2个版本，粉丝就是2个版本都买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这个。我发现你也很荒唐，跟文当很像。上台咯，可以拿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可以跟旅游景点一起拍照，所以就觉得这是必买啊，如何？第二款这个也超可爱，我其实就只买这样而已，可是通过买爆多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败家女的发票，一整个银幕放不进来，我还觉得是不够的。他真的还好，我有一个朋友买了20几万，可是他有一半是帮别人买的啦。那我这个是全部都我自己，这个是最新推出的，就是这样宽，然后它就会有图片。因为这个肩袖是樱井翔，他就买了，因为他是响弹，这个真的超帅的。第一弹的合集跟第二弹，对，因为他们9月1号的时候就有推出新的周边的 list。这系列很帅，这系列可以拼成一个图，来我们拼给大家看。它是一幅画呢，所以我就买了5个，这个400/600忘记了。饭团可以吃4个，你在唐吉诃德买饭团一个50日元，这么便宜。我们平常就是一直在找什么方法可以省钱。对，哇，看松本润感觉要掉下来了，这个不用硬要插进来没关系。钥匙圈买了3个，是有这么多钥匙吗？因为阿拉奇出来20年是第一次办展览会嘛，买的值得啦。这是跟迪士尼联名，他们每个人自己画的，让他们用他们的代表色的背景颜色这样。他 Nino 画是什么东西？太可怕了，作弊哈。这个跟这一个应该是看着他们迪士尼画出来的 T 恤，一个 T 恤这么嗨，是化妆包啦。那我来绑行李箱。我原本想买雨伞，雨伞不要，像光南。哎，你找照片给人家看，你们评评理，像不像光南会有的雨伞？光南一支台币60，都卖2000块。我一直跟他说，他要买就要买用得到的东西，不要买用不到。赚钱很辛苦，跟华洛世奇，整个钥匙圈都是钻石。我那时候预计我要买6万多，6到9，不是，他反而是说9万。边逛，我在旁边边阻止。
趴，最后算出来是28500，好像没有很贵啊。然后我也说，哎，好便宜哦。可是我们两个其实是连吃饭吃到800日元都觉得很贵了，就是价值观已经扭曲，我们价值观已经跟我们平常不一样。钱用掉了，不是消失不见，它是变成另外一种你爱的方式存在这里。这些东西。因为东京铁塔在六本木这里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要散步到东京铁塔下面。好浪漫！在妄想，如果在路上遇到他们要怎么办？不要再做梦了，不要打醒我。来到东京铁塔的下面了，超美！东京的代表，我觉得是一个必踩的行程啊！大家来东京的话，就希望你们可以来看一下东京铁塔，震撼。我朋友要模仿文当之前的片尾，那个时候是他自己说要做的，不是我叫他做的。那够可爱的，现在学中文好厉害，赞！大家晚安，晚安。大概跟大家说了晚安，我们还是决定一路从东京铁塔走到樱井翔之前读的庆应大学。我之前在这里念别科，他是第一次来，开心哦，好像跟以前更近了一步，超级可爱。我们一进来这里是教学新大楼，留学生的课程几乎都在这里，因为庆应大学是福泽谕吉创立的，这里很多都是留了那时候的建筑。好，我们正跟大家说晚安了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刚才我们坐车在算坐车的钱，他就说，哎，400块跟600块差200块，我要换这个400块的先坐，比较便宜。然后今天买了29800。价值观完全错乱，觉得哦好像很便宜，还在哪一个？然后坐车觉得哎、好像差很多，差100块，台币30，台币30。